但是骑手超舒服的、啊，这舒服到不行啊，爽翻天了！不、前来报道。感觉完全是脑残 play， 他到底在干嘛？他打了一个不明让我不明所以的 play。应该不用攻击。以前那个发动技能的修正，其实应该是配合手机版，他们有增加技能的这个设定啊，我猜。我们要怎么样拿到双乌针啊？我觉得应该要放弃这个抽牌啊。假设我们火源门到莱拉的话，有办法拿到吗？换好了。假设我们火源门到莱拉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莱拉给我们一堆牧师法术，有帮助吗？给我们一堆牧师法术，好像不应该想那么多。第一届冠脸大赛现在正式开跑！我操，真小啊！反正什么东西都有哎、欸。哦，
我也是力量化身。哈哈三小啊！哈哈Oh my god！ 看三小啊 ！Fuck！ 说好我是力量化身呢？右手大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家都是力量的化身。哦耶！火球，岩爆，画个冰箱，感觉是挺不错的。干！啊！去吧！完工了 ！No！ 失败了。不！萤火好像还好，感觉这样还要花一轮点它。感觉胆小啦，我手上有嗜血哦。这跟天梯只八成像，但他其实有机会爆牌。我想这些憨儿到底要做什么？要我的签名吗？我为灰烬，名单上有你吗？一张萤火跟一张火焰元素，可能只是要洗元素而已，可能是元素煞之类的吗？我有个冲动要把它洗进去，防一下火山爆发。我滑鼠现在真的会自动断线呢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先祖之魂，可是先祖回来的是一个憨儿啊。
还蛮蠢，对啊，先组回来是一个憨儿。嗯。没有 combo， 打得好！哎，搞那么久，结果没有 combo， 龙兽探员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？对，好像可以留那个楼下。我们不怕晒到一条龙吗？我们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才会晒到龙，就是火源到。我们刚刚有出元素吗？没有。其实可以不用打这么贵啊。好像多弹一点伤害。好像是完全纯元素哎、欸。我们有孤兰逆鳞龙人哦，看源源不绝的元素 combo 哎、欸，有点秋，真的源源不绝、欸，超扯。这应该要留给他拿到的东西啊！看这元素卡模是无限的、欸，他有两张卡利摩斯普通跟两张托尔硕石者，然后卡利摩斯原初之王卡利摩斯在他自己的牌，难怪他会找那个。但这应该憋不住了，好，我们可能应该下这个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打错，我应该先撞掉那只，然后就可以砸到这只。这失误有点大。少清一只。不过那样子我是建立两个火焰元素，然后再用这张把二洗出来。我认真打，我认真打。认真打，这边牌超强的，是超强，强到炸裂的那种。我一直感觉他有在扣牌啊，他原初之王没有触发，其实。
有一点瞎。赢了吗？三小，现在卡伊摩斯没有很特别好，因为有一些渣，有一些渣渣在里面，什么风元素啊之类的东西。GG。对啊，我们上回没有打元素。我又有打元素。有点瞎。好，看起来还会再打一场啊！我去个厕所，给大家吃个广告。我觉得现在竞技场已经是一个，我不知道哎，可能是我玩的时间充满了专家们之类的吧。